即係而家葉叔嘅心情，食餐差唔多先啦。係啊，咁陣間一定要去慶功宴度食餐勁嘅先啦，因為演唱會之後咧，其實我都戒得好清啊，跟住就想操 fit 啲自己啊，一路都有做 gym。但係而家食餐多啲。咁所以嚟緊就會完咗 show 要休息一下啊嘛，俾自己放下 break 咯，食下嘢咯，係咪？啲咩啊？打邊爐。餐不知道我可能放自己。OK, sorry. 我会放纵自己一个礼拜吃东西。花姐说给我这样的。吃了一个礼拜不录下。不是，我的歌不啱录。是啊。即是我的歌如果sorry 啊，我的歌如果其实咁文青，冇理由无啦除衫㗎嘛，係咪先？咁下次有机会囉，係啊。我可以建议你唱水形文嗰陣時一路灑水一路唱。係咪佢幫我諗埋個主題㗎嘛。考慮下啦，係啊，下次。係啊，都幾好㗎。係啊。係咪你最滿意嘅一個體型？體型啊，我其實又冇咩目標喎，即係我冇話要操到邊個人咁大隻啊，又或者點樣嘅喎，即係純粹係，我覺得做 gym 係可以俾自己去 focus 一件事係幾好咯，係啊。咁我其實籌備咗咁耐咧，有冇話即係其實而家滿唔滿意或者覺得？你可以彎四場。咁呢個演唱會啊，我自己覺得有80分咯，即係因為第一次做演唱會，始終都有啲甩漏啊，跟住聲音狀態都要去維持四場，其實都有一定嘅難度啦。咁所以我覺得已經好好噶啦，今次已經盡我能力將我腦海嘅片段去帶大家行一個宇宙嘅圈咯。有冇計過自己 total 喊過幾多次啊？自己？其實我忍住嘅，比如以前阿張應該爆喊咗噶啦。係啊，因為始終今次俾錢入場去買飛支持嘅觀眾有好多咯，咁我唔想佢哋見到成個過程都係阿張係咁喺度喊咯，跟住回憶淨係得阿張喺度喊咯。咁都好想做一個好好嘅 show 俾大家睇，咁所以就堅持啊，係啊。其實很好的，我在上次的他紅館的演唱會已經在後台有跟他拍照，拍完照我有問說，我可不可以有機會請你做我接下來演唱會的嘉賓，他其實當時已經一口氣答應了，那他很好，即是他是一個由小到大很喜歡的偶像，然後我都意想不到其實是可以在台上跟他一起合唱，咁佢都亦都好好啦，除咗台上面講咗好多嘢俾我哋聽，俾我聽之外，其實台下佢都有 keep 住去鼓勵我繼續努力咁樣咯。咁好多謝佢。咁講屋企人嗰 part 啦，即係屋企人都睇曬咁多場啦。係。佢哋有冇咩評價？每一晚都有。其實佢哋冇喎，即係佢哋係一個好 supportive 嘅屋企，咁佢哋好少會話你一啲唔好咯。即係如果佢見到我不開心咁樣，佢哋仲唔開心咯？佢哋係好鼓勵性嘅，跟住話啊，你繼續努力啊！跟住佢哋嘅行動咧，去展示佢哋愛，其實係你肚唔肚餓啊？飲多啲湯啦，食多啲嘢啦，煮個面你食啊！即係我媽咪係咁噶，即係佢哋本身都係一啲比較內斂啲嘅人嚟，咁所以，但係我真係好想好想多謝佢咯，即係好少公開地多謝佢哋。有的有的，他們很怕醜的，他們都不是很想那麼高調的，一些人很低調的。跟我們吃餐好咯，跟住是咯，很想他們知道其實他們的兒子是 OK 的，是可以成功的，希望他們 會開心，還有會為我驕傲。家姐哥哥都有喺度嘅，即係全家都嚟曬支持噶啦。所以你啱啱嗌我得咗啦嗰句。係啊，其實同時間我呢個我得咗都係送俾一路以嚟由可能做星一，又或者 even 我未出道支持到我而家嘅咁多位現場觀眾，即係佢哋一直都好多嘅鼓勵同支持，
先至成就到今日嘅我，咁所以係好多謝佢哋。咁你話你都即係五年都大個仔，入行五年，咁呢方面覺得自己成長咗，或者成熟咗？我覺得自己堅強咗咯，係啊。即係我以前係一個好好易喊、好感性嘅人嚟嘅，我覺得我而家即係我諗每次花姐一落台都會擔心我一表現唔好啊，就會喊啊，一冇嘢食就喊啊，係啊，係啊，跟住係啊，即係因為我中意食嘢嘅，係啊，跟住冇啊，今次冇啊。有俾嘢食嘅，定餓住都唔喊啊！餓住都唔喊嘅，咁就代表自己成長咗咯，係啊，好好。最大方面係呢方面嘅。係啊。最大進步已經係冇咁容易喊咯，堅強咗咯。同埋臨尾你預告話自己要唱到八十歲喎，你要來簡約地我都。來簡約。咁當然啦，我自己。即你問我有冇試過諗過退休唔做咧，我係從來都冇嘅，因為我自己好中意唱歌，唱到幾耐得幾耐啦，希望我八十歲仲唱到狂人啦，係啦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即係你完成咗四場啦，咁下個目標係咩咧？下個目標啊，好唔知咧，希望開多啲 show 咯。專輯咧，或者鎖匙扣咧？呢、這個啊，呢、這個其實都係自己目標嘅，係啊，係今年其中一個目標咯。咁希望今年會達成到咯。做專輯呢樣嘢。咁另外就開多啲 show 咯。其實我幾中意開 show 同大家有一個近距離嘅接觸嘅，即係有啲海外嘅朋友又會飛翻嚟啊，跟住之後全部都好開心見咗 hello 啊。咁樣其實我係好滿足嘅，即係令到人哋開心係一件好好嘅事咯，我覺得。今日連燈仔都出翻花牌。連燈仔啊，我冇喎，係咩嚟㗎？花籃。佢哋 check 曬佢哋啲連燈名又出曬。花籃。哦。寫咗好多你啲有薯片啊，你啲條魚。有薯片？真係㗎？係啊，薯片。哦，薯片，我冇睇喎。咁多謝啊！即係因為有好多朋友，無論嚟自遠方的朋友又或者圈內的朋友都很支持我今次的演唱會，我收到很多鼓勵和花籃啊、嘢食啊咁樣咯，佢哋對我真係照顧得好無微不至咯，即係日日都會有好多無限咁多燕窩啊，我 fans 整咗好多燕窩喺後台俾工作人員食，咁就係佢哋除咗對我好之外，其實對我身邊人都好好咯，好多謝。我冇得食啊！我陣就會攞走去噶啦，翻去喺就喺嗰度，係啊。唔會嘅，佢哋呢啲有限期。Part two 啊，咁要同公司傾下啦呢個。我都想嘅，咁唱歌又我係好中意唱歌噶嘛，你叫我唱幾多都得噶啦，係啊。由頭唱歌太誇張，咁我希望可以喺短期內開多一次啦，去唱俾佢哋聽咯，係咯，多謝佢哋咯。OK。我問到可以，我可以唔問。多謝。係啊。Thank you。都唔係嘅。